界，我好像原地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排的时间比玩的时间长。亲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玩的时间挺长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不觉得。主要是这个游戏，我们刚开始玩，就是每一关我们要玩久一点，你们懂吗？要不然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没有那个乐趣了，你们懂不懂？但我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认证的呀，你是演的啊？认证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认证，我是演的，我现在开始认证，认证模式，认证模式啊，真的。我们每次在第一关那个都过不了的，第一关都过不了，别。信，我觉得我们带狼头太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过了，哎，信，认证模式，认证模式，认证模式。很轻松嘛，哎，只要稍微认证一点，很轻松。这么多人淘汰了，这些人真的太菜了，这第一关都过不了，玩什么、啊？说实话，玩这个糖豆人第一关过不了的话，我建议啊，当然只是建议。我建议现在这个游戏别玩了，真的。我也觉得。那你赶紧下那个懈怠吧，赶紧上这个游戏了，别玩了。那不是你不是玩了四次都没有过吗？前面。到现在我比你厉害。那不是你吗？我比你厉害，现在。哎，右手信，就刚才那个，右这个。哎，这个很简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别说很简单，妈呀，我是第一个死的，我跟你说。哎。你觉得会有人玩糖豆人第二关都过不了吗？会有吗？真的会有吗？妈呀，那个就是我，别说了。Yes！ 我过了，你呢？我已经过了，你呢？你人呢？我也过了。你过了吗？哦，过了。但是我还是想玩第一关。你还想玩第一关是吧？是我还是想玩第一关啊。那我们就还那我们还是玩第一关去了吧？怎么样？我们还是玩第一关啊？可以，走吧。我也觉得第一关是最好玩的，第二关这个是主要是那个啊、哦，我也觉得。我来，第一关，来，这什么，兄弟们，这是团队的。哎，哪个剑是捡蛋、啊？左键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这里有金色的蛋。我想，金色的蛋好像更贵一点，更值钱一点，真的。我抢金色的。我来，我操。啊！我抢了一个，但是我抢的不是金的。哎，我单掉了。我单掉了。我的蛋。哎呦！我的。这个人不让我跳上去、啊。不抢了。我操！我头晕了。抢别的，这个。我头晕了，兄弟们。哎，金色蛋。我们好像是倒数第一啊，星。我从哪里看的？你是不是蓝色的？我是蓝色的呀。你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蛋都没有捡到，你知道吗？你捡了几个？我好像捡了三个吧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吗？他说，他们说这是我自己家的，我把自己家的蛋往外面再送。叔叔说，叔叔说还没好，那我下次吧，下次吧。哎，不是，难怪我们倒数第一啊！我把自己家的蛋。妈呀！原来你是内鬼啊，你是卧底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自己家的。我也是自己家的吗？我把自己家的金色的蛋拿走了。我把自己家的蛋拿走了，我操！你也是？我也是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晕3D 的，对。我们三个除了撸啊撸什么都不会，会啊。我不是，我不要说我们三个，我这个最后一把我头晕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最后一把，我打完这把要去沙发上要休息30分钟，妈呀，我头晕了，头都那个了。你怎么在这么前面啊？我，啊、你说我牛逼啊，玩不玩、啊？妈呀，刚吹牛逼又死了。怎么我们三个都在这里啊？别说我们三个了，我要，我操！别说我们三个了，我要拿冠军了。哎。妈呀，出局了！没办法，我晕了，我本来可以拿那个第一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头晕了，玩太多了，头晕了。我们下次玩吧，下次玩吧。有个假人把我给挤下去了。明天再玩吧，我头晕了啊。